没事，这对局我懂。哇靠，大哥！侠殿的救赎来的真是时候。哇，这个我只能说有点溜，他真的有点溜。我现在必须进无影比较好打，这对局要打慢的。后世这边直接抽一个苦冬之饥饿龙，零费的。哎、欸，他解掉吗？他解不掉。阿 Queen， 他选激流也是蛮猛的、欸。来了，爸爸。哇！爸爸不见了！爸爸不见！姐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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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爸爸不见了！高赛游戏，他又有一只爸爸了！我靠，他到底要多多爸爸？不要再叫他丢霸了啦，太多了啦！你这有机会赢吗？塔拉斯克点一张，他应该没有减伤了，这是他最后一次了。我只能说可能不会倒啊，他打八是有机会倒，要看那个叉叉叉叉叉会叉到谁。百年难得一见的那个仙武群语音，今天就让你们看到，你们今天看到都是赚到的，一张直接两张爸爸不见。哦，其实我欠你们好多精华哦，之前打大赛那个也是蛮塞的。私の負けだな。哎、欸、嘿，再三场，再三场，实在是太卑鄙了！上吧，德莱克！上吧，塔拉斯克！上吧！狠一点，你可以帮他开护符，让他爆牌。进了吗？进了吗？等等。几分？几分？几分？迪斯拉拉好强哦，十八连胜的爱迪斯。耶！一九一三，他对我超好。哦哟！螺旋が回る、森は進む。遥けき声を。命の吐息を。ねえ、何人で遊ぶの？哎呦！ねえ、何人で遊ぶの？燃え尽きろ。雪花大师在此。あの花の花、負けるのか？吹き渡る。よかった。無敵右手！玩六连胜，雪花牌主多强啊！看你有没有料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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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遇到了当今的 T1 了，这是证明我们身价的时刻到了。Oh no！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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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我应该要换掉的四大战导引吗？有没有想说对面一定不会做事，所以我要先用阿丽亚压他一波，然后刷一下进化点。
至少三费刷一次。哦，有档次哦，他有档次哦，他一费就开始龙德莱克，看来这次会是一场硬战。然后为什么长这样啦？阿米亚太爱我了，这真的很难打，我已经感受到了。啊，这边你会打掉那个什么什么猛暴击之类的东西，跳了。等等，我们可以再搜一次，一二三，他应该没有办法的。哇，骑士，不要再跳了，大哥。Hello， 米娜尼哥，我哥，哎，接七耶，这是第二张德莱克对吧？他只差白金了，要不就是等等就落乐了。哇！大哥，什么意思？他三张德莱克，这是三张德莱克的意思对吧？哇，怎么抽那么烂？抽个垃圾进来，完了完了完了！如果他这边落乐就起飞，他三张德莱克可以落乐，那也是蛮扯的，卡烂。卡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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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来我们的拉杰诺基亚已经要准备起飞咯。我现在很少看到妖精带那个武士，我最近又不流行了吗？但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用啊，因为要 LE 过盾前的 LE 爆炎痛击，理论上他应该还可以再打一张。又跳了，又跳了，什么意思？爆炎痛击！我靠！看我突破天机的砖头！来，不行了，我第一次打成这样，但是对面也是打成这样，也是让我蛮意外的。有没有种？就问你有没有种德莱克？哇，再帅抽两张，求你了，不要是罗勒，求你了。秋雨最看不起我们的拉森农基亚，看我的砖头是会突破天际的。拉塞诺基亚 ，Hello 鲁哥，太精彩了 ！Oh my god， 大家赶快 ，Oh my god， 我们的爱影之战英雄群起最后一次的居然啊，再次成功，我们上居然的功成身退。自从从什么第11弹卡包开始呢，就每一季都有上居然吗？喜欢太强了吧？你看。七年胜雪华啦，不得质疑啊！我看一下我拿了几个局员，大家也可以数一下你们有几个局员。一、二，这个是极斗之巅、纳塔崩坏、塔罗牌、勒比卢、十天觉醒、暗黑的威尔萨、物语重归、灾祸、暗黑之啊，我忘记这个版本叫什么、啊？暗灾祸模式？灾祸 mode？ 不是，暗黑模式，死祸斗争，天象乐土，天象乐土，天象乐土是双 GN 然后极天龙鸣，四天龙剑，八域魔镜，遥九学员，这版本叫什么？他比较近，我真的忘记他叫什么鬼了。重返荣耀，英雄群起，哦，变革恒贵，这个什么逻辑呀？变革恒贵很难记耶，一二三，大概是17包的卡包有那个啊，有 GN 啊。前面都在混啊，对不起，我前面真的是没有在爬的，就玩自己开心就好，你只要此生有一次就好了。